我买了这个意大利人圣诞节的时候吃的这个班内多内，还是经典的呢。我打开给大家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，大概就是这样式的了。这上面好像是提子吧，还有这个不知道是啥，反正都是果干，还有这种，它这个跟图片应该是一样的。我尝一尝，加一个这个东西有1公斤呢，就这个，真的里面也是有这个果干，尝一尝。那我觉得它真挺好吃的，好吃。哎，太好吃了。我看超市里还有卖什么巧克力的呀，还有什么的。我觉得是里面的这个馅儿是，不算是馅儿，反正里面的这个颗粒是不一样的。我多吃几个，好好吃。我去年和前年也吃了这个东西，里面都有这个馅儿的。这不叫馅儿，我也不知道这叫啥，反正是均匀分布在这个大蛋糕里头，蛮好吃的，当早餐呢，或者饭后的甜点都挺好的。你们赶紧去买呀。